总会背起来。舞蹈最多的表现，咱们看到是谁？我感觉他们已经知道哪个是小圆了。对，都知道了。是的。你们知道了吗？我。小圆儿怎么还动手？你看。还有什么招可以进去？让那个牛做一个金鸡独立吧。那不是的。牛做一个金鸡独立，金牛独立，金牛独立可以。好，考验身体的平衡性是吧？对。好，牛啊，请你做一个金鸡独立的动作。有点太明显了包是吧还有什么要求对对对对是那个啊那应该是小牛吧小牛看不看哎不是娜娜是黄渤的猫走几步黄渤是不是在前几年春晚唱你最爱的舞台对就刚那音乐嘛不你让他走几步看看那个猫刚才已经刚才跳的就是那个走两步走两步哈走两步看看是不是猫走两步看看是不是猫步来猫走起来往前走好嫌弃这个音乐走猫步来走起来跟我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跟我一起喊叫一起太危险了死了唱吧哎，你说不会是猴子吧？猴应该肯定是他故意说的，猴子脑吧？应该不是吧？小猫好像你们可以对猴子提点要求啊，猴子他现在基本没什么事儿。做几个猴子动作出来。